有请队长钟汉良。他出场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他真人，但他那个精气神哦，那个成熟的男人那个感觉，哇，我相信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就是真的那个魅力点味道，就是会感觉说不太一样。对，就跟我可能了解到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之前听说他是跳国标的。对，然后会觉得说接触之后有改观，就是他其实还蛮拼的，也就是练到就是再不休息不行了的那个程度。钟汉良老师他真的很努力，他每一个都在很认真的去学，我们还会猜钟汉良老师会不会说，哎，这一段我不跳，后面我再出来 solo， 但他没有，他从头到尾所有的动作他都在参与。钟汉良队长我就真的觉得特别不容易， respect， 他真的会努力的融入到这个环境，努力的去尝试这些东西，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特别的敬佩。